中国一名男子在广东省深圳拐带了一名4岁女童后，看到一名滴滴司机在候客，就硬抱着哭泣的女童开门上车，更催促司机马上开车。一开始时，司机还以为是父女俩，不以为意。准备开车之际，女童哭叫着要妈妈，才成功自救。那小孩子一直在哭，我要找我亲生妈妈，我就问了一句，我说你妈妈在干嘛呢？他说我妈妈在木桶上做饭啊。我问了他一句，你爸爸呢？这不是我爸爸。他说我不认识他，那我就觉得问题严重了。我要出去玩的时候，他把我抱走，抱到车上，然后我哭了。我要爸爸妈妈。小女孩的回答让司机发现情况不对，停车报警。男子打算爬车窗逃走，被司机及时抓住，交给警方处理。这名小女孩的父母因为经营的餐厅在晚餐时间非常忙碌，就让小女孩自行跑出餐厅玩耍，才让拐童党成员有机可乘。她是我这一辈子的恩人，我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报答她，我觉得都不够。目前这名嫌疑人已经被我们